我是小花匠。妈妈，我要当小花匠。汤米说。那太好了，宝贝。妈妈说，我去买点东西，马上就回来，待会儿再讲给我听吧。可是妈妈回来时吃了一惊，家里到处摆满花盆，而且汤米还在往屋里搬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妈妈气喘吁吁地问。我刚才告诉您了，我要当小花匠。汤米回答。邻居们去度假的时候，我帮他们照看花，所有的邻居都是我的顾客了。天哪，妈妈咕哝着，这下可麻烦了。爸爸回来时被花盆绊了一跤，他大声喊道，你在胡闹什么呀？爸爸，您忘了吗？汤米说，您不是说今年暑假不去旅行，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吗？爸爸点点头，他确实这么说过，所以我决定当小花匠，帮邻居照顾花，一盆花一天两分钱。汤米细心地照顾着花，喜阴的花放在阴凉处，喜阳的花放在阳光下。他给花浇水时，洗湿的花多浇一些水，洗干的花只浇一点点水。汤米可真会养花，刚刚几个星期，那些花就互相缠绕着，长得像热带雨林一样。每天晚上，爸爸都会咕哝说，你要折腾到哪一天呢？可是汤米继续照顾着花，他觉得家里到处是花，实在太棒了。早晨，一家人在摆满花的厨房里吃早饭，简直像在树林里野餐呀。不过爸爸好像一点也不喜欢。坐在客厅里看电视，就像在热带雨林里看露天电影。汤米觉得从没有过这么好玩的事，爸爸却咕哝着，从没见过这么糟糕的事。连浴室里都摆满了花，躺在浴缸里就像在林子里的小湖中游泳。一天晚上，汤米在浴缸里睡着了，他一直照顾花，实在是太累了。宝贝，上床睡觉去吧，妈妈叫醒他，明天还要早早起床给花浇水呢。汤米躺到床上，邻居们什么时候回来呢？他想着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，还迷迷糊糊地做起梦来。汤米梦见花越长越高，他连家门都进不去了，只好从烟囱口给花浇水。整个晚上他都在做梦，花不停地长啊长啊，花越长越大，越长越壮，汤米家的房子都被撑塌了。邻居们跑来大声地吵着，我的花呢？我的花哪儿去了？汤米吓醒了，一下子跳起来，已经是早晨了，爸爸上班要迟到了，他着急地喊着，我的手绢呢？我的手绢哪儿去了？还好，只是个梦。汤米连早饭都没吃完，我出去了，他对妈妈说了一声，就跑出家门。汤米一路跑着，来到图书馆，他从书架上取下有关养花的书，一本一本地翻看，终于找到了想要的书。他又到园艺店买了一些工具，然后急急忙忙地往回赶。回到家里，汤米按照书上说的，把所有的花都修剪了一遍。真好玩，
就像在给花理发呢。汤米还把剪下的枝插在新买的小花盆里，书上说这些小枝会一点点长大。邻居们旅行回来了，他们付给汤米看花的钱，领回了自己的花。花养得真好，谢谢啦，每盆花都很壮实，邻居们不停地夸奖汤米。汤米把小花苗送给小朋友们，他们捧着花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。汤米的家里一盆花都没有剩，这下爸爸该高兴了吧。可是汤米真没想到，吃完晚饭，爸爸说，我好怀念那些花啊，他们在这儿让我觉得生活在田园里。他点着烟斗继续说，这一阵儿不太忙，我们也该去度假了吧。哇，太好了，汤米跳起来。第二天，汤米和爸爸妈妈一起高高兴兴地到乡下度假去了。